原标题：古代大规模战争后，那些被俘虏的美女为何不逃跑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在古代战争过后，都会俘虏一些绝色美女，为何他们不选择逃或者自杀？众所周知，随着国家的诞生，战争也就成为了家常便饭。由于存在所谓的利益分配不公，所以国与国之间总是会爆发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。一旦大规模的战争爆发，就会有成千